小商店，买一包利群牌香烟，很久没有抽过的烟，自从离开杭州，那段记忆好像封存很久很久。在晚松林路上，88号的烟厂宿舍房，1300个失眠夜，27岁不够酷，也没能加入天堂俱乐部，消耗很多人的情感，生活失恋选择离开。时间待我不错，他很少改变我，除了我现在很少吐，再没有喝醉后跳舞。很小猪在没有喝醉后跳舞，绅士，所以我总是在酒后让他纹身，从没给费用。很可惜他死了，大概是要去寻找世界最温暖拥抱。时间待我不错，他很少改变，现在很少吐，在没有喝醉后跳舞。时间待我不错，他很少改变我，除了我现在很少吐，在没有喝醉后跳舞。时间待我不错，他很少改变我，除了我现在很小猪在没有喝醉后跳舞。时间待我不错，他很少改变我，除了我现在很小猪在没有喝醉后跳舞。